说一下吧，这个地方是装这个插气，这个是按零件和装气的。那你走，我看一下怎么走。这里光线不好，是电源。电源。这上升时间，这个可基本上不用，是减速时间、下降时间，这是温度。再开几次。装金属，这里头，这个东西。